谢谢。你要给我生宝宝？你恨我？怎么了这是？改群口了是吗？太热情了。好了，哎哎哎哎哎，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刚才这个节目叫做《论捧逗》，对，一段传统的相声，老节目。郭麒麟，捧哏的叫不认识啊，阎鹤祥啊，对对，大脑袋，阎鹤祥，嗯，二位说了一段很默契，是论捧逗，一捧一逗，哎，形容的是相声演员两个人，哎，默契，对，我们两个人呢，嗯，合作时间也挺长的了，时间不短了，今年是第九个年头了，没错，明年就是第十年了，十年了，我的好搭档。哎，我的好朋友，这也是对我特别好，是是是，好比是亲哥哥一样。你看有这么一说呀，他媳妇儿好像亲嫂子一样。没错，我们三个人这种爱情关系，我们好有一比。您等会儿，越来好有一比，越来，不要说话。您这等等，我不说话，我全赔进去了，你知道吗？您等会儿，我是你亲哥哥，啊，那是你亲嫂子。对，咱们仨。怎么能是爱情关系呢？不是吗？咱仨是友情关系。友情关系。但凡你跟我们有关系，嗯，你也属于就是结晶。你这个占便宜不用拐一个弯是吧？不用，还行，姐，都明白就行啊。这是我的亲哥哥，哎，那是我的亲嫂子，没错。我就好比是武松，对他，我们三个人这种关系很微妙。是是，你也没拐弯，我都死了是吧？我怎么您是武松呢？就特别的好啊，哎，交情好。没事，他买点东西上我们家看我去，串门吗？他岁数比我大呀，嗯，买点东西上我们家看我去，买个电视，买个冰箱，买个洗衣机，上我们家看我去。您等会儿，礼尚往来呀，各位。您等会儿，我上你们家串门，对，给你买冰箱、彩电、洗衣机。你是我生的，是怎么着？你是？对我好啊？没有这么好的，得买点水果、点心得有吧？啊，对，我也得瞧他去呀。礼尚往来呀，对不对？买个冰棍，我瞧他去。还买个冰棍。您买个冰棍瞧我去，您还缩着去的，那你不就买个棍儿瞧我去了吗？这个棍儿是冰的呀。那管什么？还有哈喇子呢。说这么恶心干什么？你买点一箱冰棍儿瞧。对了，也买点东西瞧他去。哎，经常这么礼尚往来，哎，互相着串门。这不前些日子吗？嗯，我上北京的西单去旅游。哦，西单正好啊。怎么西单叫旅游呢？那逛街，西单去逛街，哎，正好路过他们家。我们家住西单，抬头一看，嗯，孙宅，没错，这不是孙宅吗？我跟你说，这个孙宅，我抽你，你信吗？你骂什么街呀？跟这儿，你当我听不出来呢？大舌头骂街，孙子骂不清楚就叫孙宅，堵着门骂街去。那应该怎么说？老孙家就完了。老孙家，哎。这我得进去瞧瞧啊！瞧瞧呗！啪啪啪一打门，啊，有打里边出来一人，是我一瞧不是外人，谁呀？他媳妇儿，我们大嫂子。又要来是怎么着？他媳妇儿，嗯，我边走边唱，我媳妇儿还爱唱。淅沥沥沥，把门开开，哗啦啦啦，又把门开开开门。原来是岳秀才。您还是秀才啊，长得跟韭菜似的。您你瞧你脸绿的。这是我们那个小嫂子啊，我那媳妇儿。哎，提起孙老师的这个婚姻呢，啊，比较坎坷。不，你谁的婚姻用坎坷形容啊？比较崎岖。怎么呢？孙老师4岁就结婚了。我
我是不是早熟了？我是不是？什么早熟？童养媳。哦，有这个。有吗？真有，真有。他媳妇也不大。也不大。47呀，还是48呀？没法过。是我娶一奶奶，我没有共同语言，多新鲜呢！一纸休书给人家休了，干嘛写休书啊？你等我长到20，他也死了。你想这丧偶比离异强啊？你想挺多呀，你废话，这个没法过，没法过。后来又娶了一个，又娶一个，长得漂亮，是北京话，又狗狗又丢丢，这是土话，哈，特别的美，好看。后来被他二舅领走了，被我二舅领，被我二舅领走了。再后来变成了你的三舅妈。这我们家媳妇还是公有制的，你说。现在这个媳妇好啊。哦，现在这个下岗的香港小姐。这能好？都下岗了，你这为什么下岗啊？为什么呀？没有后台。哦，就没有后边支持的人。对了，哦，长得那是水灵。好看，嗯，你流哈喇子是怎么了？怎么了这？我还不少这哈喇子，就是漂亮。嗯，边走边唱，一开门，嗯，看见我了，瞧见他了，要跟我说几句。哎，得攀谈呐。害羞，讨厌。他嗯，缺德你，臭嘎嘣的你。老不来了，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等会儿，他又这样能下岗吗？那就是下岗了呀。这什么意思？怎么说这什么臭干老不来了？他跟我这样，我能跟他这样吗？你可不能。俗话说得好，什么呀？老嫂子比母啊，小叔子是儿啊，咱得规规矩矩、一本正经的。你得客气啊，嫂子。对。我最近忙啊，我就是。哎呦呦！行了，这，干嘛？这血都上涌了，是怎么了都？你好好的，你最近比较忙啊。哎，忙你就不来了。哎呦，臭嘎嘣的你！什么话这叫？进来哟，快点，我都等不及了。你等我呢？没这么说话的你。领着我就进院里了。进去了啊、嗯。哎，进院里了。是。进院里我心想怎么也得问问孙悦在不在家呀，对不对？哦，你心里还有我。那当然，你在我心里多么的有分量啊。嗯，那是，是不是？你也是怕我拿刀追你啊。我说嫂子，嗯，孙悦在家吗？我呀。谁？这是我媳妇吗？是孙悦。嗯，嗨，怎么了？喂王八了。喂王。我一听挺开心。你等会儿，你才喂王八了呢，谁喂王八了？谁说你喂王八了？你说的喂王八了，上老魏家忙活去了。您等会儿啊，上老魏家忙活去了，喂王八了，我是不是有问题？这耳朵，我怎么丢字儿呢？听着，少听好几个字儿。哦，上老魏家忙活去了。上老魏家忙活去了。哦。那我心想，哎，想起来了，怎么呢？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哎，我妈。那我得问问呢。问我妈，嫂子，老太太在家吗？我妈呀，嗨，嗯，上房了。上，我妈是猫啊。我说你妈是猫了吗？那猫才上房呢，知道吗？什么耳朵，在上房屋待着呢。上房了，在上房屋待。我可能脑子是有毛病了，我跟你说。那我得去瞧瞧吧。就正堂屋。正堂屋。嗯。推门一瞧。怎么样？看见他母亲了。我妈。背对着我。面朝里。腰不弯，背不驼。精神。鹤发童颜。是。干嘛？捋胡子呢？这不还是猫吗？这个。不，那看书呢。看书呢？那捋胡子。看书呢。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金。这我妈就是。比较全面，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没法看，把书本一合，放回原处，不看了，换一本插图版的，合着不认字儿啊！别乐了，这老捋这胡子得，行了，西门大官人，
懵啊，对，懵特别的懵。您可以了，现在我得打开这个尴尬的局面呢。对呀、啊，我说老太太，老太太，你好啊。啊，你扭头看见我了，瞧见了，讨厌。哎，缺德你，你臭嘎嘣的，你老不来了你。我们家家风就这样是吗？我说嗨，就怨我了，老太太、啊，确实老没来了。您身体怎么样啊？身体挺好，坐着坐着，宝贝儿，坐着啊。啊，宝贝儿还给你倒杯水喝，喝点水。老太太再一扭头，嗯，我又发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老太太后边啊，啊，有一个卷儿啊，发卷，卷儿上面插着一朵小红花，什么意思？哎，这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妈的好日子。你妈那天结婚？对，你妈嫁人。你说的我妈的好日子？好日子结婚呢，不是吗？生日，我的天哪！哎，我不知道啊。什么？那天是你妈的生日？哎，对对对。嗨，你妈的生日？是是是。你说这事闹的，你妈的？你妈的！你骂什么街呀你？你母亲的生日？哎，对。我不知道啊。什么？您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我还老魏家忙活去了呢。我就够多不孝顺嘛！急什么？急什么？真行！我说嗨，老太太，今天是您的生日。嗯，我不知道。是我什么都没拿。哎呀，我刚才拿一冰棍，你看就剩一。行了，行了，行了，哥就收进来吧。不合适。这样吧，明年、哎、怎么样？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就啊，时候我再来、哎。我妈今儿就得死是怎么着啊？什么叫周年呢？瞎说。谁瞎说了？你说你妈今儿就死不合适。废话，你要不说周年呢？还是您的生日，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生日，哎，到时候我再来，对，两份大礼给您送到，啊，补一下，今天不要挑我的礼，是，一会儿啊，讨您一碗寿面吃，哎呦，讨您一杯寿酒喝，你还憋着吃我喝，您生日快乐，老太太，好好好，得嘞，好嘞，宝贝儿，坐着坐着坐着，老宝贝儿还得，我们娘俩，嗯，正聊着呢，啊，聊天，就听外边脚步声响，我回来了，没有没有没有，您的几个姐姐来了。哦，我那几个姐姐回来，哎，这可不容易啊！几个姐姐嫁到一起啊，嗯、嫁到了这个很远，来到一起不容易。是是是，大姐嫁到了延庆，郊区；二姐嫁到了密云，还是郊区；三姐嫁到了平谷，郊区。哎，这叫农村包围城市。我姐姐全是外围的，你看。而且各自手里都拿着东西呢。是是是，大姐牵了两只羊，羊；二姐拿了两只鹅，哎呦；三姐递了两只鸭，全是特产。出门迎接，是是是，我说嘿，嗯，大姐、二姐、三姐啊，你们好啊，好啊，姐姐们说话了，姐姐们说什么？他们怎么都知道？我是没爱搭理你，我早知道了。讨厌。哎，对，缺德，臭嘎嘣的，老不来了。行了，行了，行了，姐姐啊。这话不合适啊！嗯，是您老不来了，还是我老不来了？哦，你老来，我老来。嗯，来，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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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今儿三个进屋里了。是，刚进屋里，汽车声响，来车了，停在你们家门口。哎呦，哎，出门迎接，你去接去去。一打开门一瞧，嚯，这辆大车，大车，十三开门的凯迪拉克、奔驰、宝马。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这是梅赛德斯，十三开门的大奔驰。怎么样，聪明不聪明啊？不得罪人家。哎，植入的不留痕迹，现在就是。您先等会儿吧。什么车十三开门的呀？传的，传的，传的。好家伙，上面下来一个姑娘，这车就剩门了。二十来岁，嗯，穿金戴银，有钱，红色的旗袍。哎呦，哎呦喂，漂亮，漂亮。我说你，不好意思，嗯，您是哪宅的小姐呀？奶宅的，他说话了，啊，讨厌，缺德！我一瞧，这是你们家人呐！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家人的风俗习惯，这是。可是我不认识啊。谁呀？我说您哪宅的小姐？谁呀？臭嘎嘣的，我还哪宅的小姐？啊，我姚宅的小姐。哦，对，姚姐儿啊。什么叫
叫姚宅的小姐。你妹夫不姓姚吗？啊，哦呦，我妹妹，老妹妹呀。哦呦呵，哦呼，您是老妹妹呀。老妹妹，老没见您亭亭玉立了啊。哎嘿，越来越好看了。是，谁说不是呢？ 啊老没见着你了，你最近挺好啊。挺好啊。咱俩在这聊会儿天，好热呀，你看看啊。你给我搁下。穿着旗袍这么扇风啊，那不都看见了吗？他热我也没有，他热也没有这么进屋啊。我也跟他说了，是，别看了，还扫两眼，还进屋里，进屋，屋里凉快。哎，别着急，我拿着寿礼呢。我妹妹拿着什么呀？打开后备箱一瞧，两只野鸡。哎呦，我趁着野鸡领了你妹妹，我就进去了。趁着野鸡领，进屋一瞧啊。您这有点乱，什么叫您说什么掺着野鸡领着我妹妹、啊、不合适吧？那拉着野鸡，你等会儿，不提了你妹妹，你没听说过。您这么说啊，我妹妹头了走，你跟野鸡在后边跟着。起什么哄，好什么好，就进去了，知道吗？我知道你人缘，就进屋了。是，嘿嘿，姐儿四个到齐了啊！大姐说话了，大姐说什么呀？今天是咱老母亲的好日子，是妈妈的生日啊！每个人说这么几句吉祥话，老理儿，祝老太太生日快乐。好，我是大姐，我先说。大姐先说，以什么为题呢？什么呀？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哦，就寿礼、哦，我牵了两只羊。是是是，今天上寿，两只羊。羊炕上坐着有寿的娘，好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富贵绵长，富贵绵长，好词儿，你们很开心。是是是，谢谢。就老捋这胡子，你二姐了。好，今天上寿两只鸭，是炕上坐着有寿的妈，是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妈富贵荣华，富贵荣华。是是是，你们很开心。谢谢。我妈大花猫、该三姐了、今天上寿两只鹅，炕上坐着有寿的婆，婆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富贵三多，富贵三多。没错，你妈很开心。三多三多，还不舔舔手啊？许三多，许三多。该老妹妹了。我妹妹，听我的。是，今天上寿两只鸡，鸡炕上坐着陈冠希，去。你别给我们家惹事儿啊！炕上坐着是野鸡，炕上什么？坐着有寿的。哎，有寿的。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寿比天齐，寿比天齐。没错，你妈很开心。谢谢。我妈胡子痒痒。说完了，姐儿四个陪着老母亲在那聊天。是，实话实说啊，我作为外姓人啊，我在那儿不合适，有点尴尬，是不是？嗯，你媳妇在那儿也不合适。我媳妇怎么不合适、她也属于也不算是你们家你们也是外姓之人嘛，对不对？对对对，我得喊她去忙活点别的，对不对？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哎，你们俩外姓人忙活什么去？真行。哎，什么？哎，你喊我媳妇 A 呀、我喊她 B 呀、你这话说，你喊名字。金莲。什么？莲。我媳妇叫金莲呀、我说她姓潘了吗？那什么叫金莲呀、谁说金莲了？你银莲。银莲。谁都能刷卡那种。这像不像话呢？阿莲，阿莲，他媳妇想啊，可以了吗？可以了吗？您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要干嘛去？这是我们俩呀，啊，去做饭。那你为什么要分开说这俩字呢？显得硬朗。没有，你有点心虚，我听着，就做俩人做饭，做饭。哎、行，说着话，我们俩直奔卧室，直奔卧室，出来。拦着我干什么？废话，我这段什么时候说完？你说不完了，知道吗？你做饭，你上卧室干嘛去？怨我吗？那还怨我了？怨你们家那房子。我们家房子怎么了？这是客厅啊，
这是卧室，男厕、女厕、厨房，一乘六，怨我了。客厅、卧室、男厕、女厕、厨房，一乘六，这不是猪圈吗？你们家才住圈里呢。说自己的家是猪圈像话吗？废话，有你这么形容的吗？这玩意儿反正盖的不太合理啊，就在最里边那屋就完了，直奔那个厨房。哎，一进厨房门一关、一插，大缸一顶，窗帘一拉，嘿，哎哎哎哎哎，爸，这什么姿势？歇了虎子显形了是怎么了？不是，我们这就梅赛德斯了。你别嘚瑟了，你等会儿吧，你上厨房干嘛？关门顶缸，窗帘都拉上，干嘛呀？这个人脏心眼子，你看见没有？我还没敢往脏了想呢。脏心眼子怎么了？别让我问住了啊！您说呀，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对不对？没有，没有吧？一会儿一炒菜一炝锅，那个油烟飘飘荡荡晃晃悠悠来到你母亲那屋，把你母亲呛着怎么办呢？哦，这厨房没有抽烟机，你怕这油烟子飘出去把老太太呛着，那你们关这么严实，你们俩就不怕了吗？不怕。不是，你们俩怎么不怕呀？人工呼吸。去把门给我打开。行，大缸挪开，门打开，窗帘拉开。哎，嘿，这就开始忙了。臭不要脸的吗？又怎么了？废话，你这都打开，你脱什么衣裳啊你？啊，你和面你不得脱了吗？我没明白，和面为什么就得脱衣？你们家和面穿着脱和呀？你们家那面都穿身上了，你不得脱光了和面吗？不得？你等会儿吧，这个你们家是这样吗？那赶明儿我是不是得上你们家吃顿包饺子去？我得参观参观了，我得。那你说怎么办？你就穿着衣服套上围裙。对，穿个围裙。脱光了讲。哎，和面。您这个面还有点立体了。这么和面呀？您的面在墙上呢。那怎么和？这么和面呀？您这面都在手上转呢，您就这么和面就完？行，别比划了，行了，啊，这面撒哪儿都是。和面，知道吧？那和面和这么开心呢？我们两个人正忙活着呢。忙活什么？说清楚了。和面呢？俩人说清楚，俩人做饭。我们俩正坐着呢，是不是？做饭。说不下去了，丢字儿。我们俩正做着饭呢，对，就听外边打起来了。我回来了，是不是？宝贝儿，这个段子里根本就没有你。你老着急回来干什么？是啊，我着急回来抽你，我为什么呀？我，好，这里没我，没你。哦主动全没了，你说打起来了，怎么呢？谁跟谁打起来呢？谁呀？他的母亲跟他那个儿子打起来了，跟我那小儿子。哎，他的儿子五岁，不懂事儿。这怎么了？在桌子上跳舞。孩子在桌子上跳舞没关系啊？怎么呢？抱着暖瓶跳舞。暖瓶？抱着暖瓶跳舞也没关系啊。暖瓶脆了。脆了吧？可是里边有一个值钱的东西。瓶胆。瓶胆值钱吗？那有什么呀？你母亲的烟袋锅子藏在那里边了。那小烟袋锅子啊，怎么藏那儿？那是你母亲的嫁妆啊。对了，多有纪念意义啊！我母亲嫁妆就一烟袋锅子呀。还有很多，那个东西值钱呢。那是我姥爷留下来的。对呀，老祖宗留下值钱呢。那确实值，那老太都不给我，现在脆了，他能不生气吗？你说这事闹，要打你儿子，小男孩跑得快呀，噌就跑了。是。啊，在院里转了好几圈，好，逮不着他。是，最后四个姑姑一下把小孩摁住了，啊，拖过来，怎么样？妈妈给您揍他。这都什么姑姑啊？
再看他母亲啊，孙子，哎哎哎哎，今天我要，哎，咱别骂街，谁骂街了？什么叫孙子？骂什么街啊？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他喊他叫奶奶，他是不是应该喊他叫孙子呀？你奶奶喊你孙子，你抽他呀？你回到家，你奶奶孙子，你啪，你骂谁呢？我合适吗？我怎么这么混蛋呢？我不是，就是。辈儿哈那、哦、不是骂街哈孙子这不还是骂街你再跑、今天我弄死你哎呦嘿老太太下不去手哪有打隔辈人的啊嚯踢出去了哎呀啪落到地上是再看他母亲怎么样哈无敌鸳鸯脚好家伙踹了七百多脚老太太身体可以啊，就这么讲是。再看他儿子怎么样，七窍流血。您啊，听我的，少看那猫和老鼠吧。奄奄一息，马上就死了。哎呀，难受啊！是。最后哇，哭出来了。那说明是活着呢。孩子一哭，他媳妇吓坏了。我媳妇怎么了？啊，打起来了，打起来，赶紧穿，赶紧穿。不是穿穿，什么叫穿？赶紧换，赶紧换，换，把围裙摘了。不用。带着围裙出去，带着围裙怕人家误会。不，你不带着才误会呢，是不是？嗯，就得现交给、嗯。这么奇妙，是带着围裙出去了。嗯，出去没有十秒钟，怎么样？又回来了。怎么回来了？忘穿鞋了。哦，忘穿鞋。你们俩做什么饭还得光着脚啊？你甭管，就是反正段子里面你出去了，家破人亡了快。出去一瞧，孩子都已经成那样了，倒在血泊里了。再看他母亲，我妈生气了，就别捋胡子了，你老妖精，这猫精，这气坏了。哎呀，你说埋怨谁？埋怨孩子已经七窍流血了，是埋怨老母亲不合适。对呀，他媳妇张嘴唱上了，我媳妇还唱呢。嗯，忽听外面乱嚷嚷，不由得奴家心里慌，来到外面用目望。婆婆你不该把她杀行了还带着乐队呢词儿是埋怨老太太的词儿啊埋怨我妈呀老太太一听生气了呀怎么着嚯老太太显形了这是趁了我烟的还埋怨我啊老太太张嘴唱上了我妈唱什么呀我们一起学麻将一起喵喵别唱